我想侯友宜可能是吃了习近平的口水吧，啊，那这个对于习近平啊，跟中国现在全世界都在看他在走下坡，啊，那民主国家也越来越坚如磐石，啊，那侯友宜为了选票，啊，这样子附和习近平的说法，啊，甚至跪求习近平，这真的是不恰当。